这一组是冰淇淋的手摇喷雾，那它除了有风扇的功能之外呢，它还多了一个水状的喷雾。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它的那个功用，下面这个可以拆解，然后可以装水，然后开始配合。按压跟那个手摇，那个水就会像喷雾状这样子散发出来，这样更为凉爽。然后呢，它还有本身它会散发一股淡淡的香味，